因为我撒得开吧，我觉得就是不顾形象吧，也没有形象。不是，我真的这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，我超级认真的想了一下我会干嘛，然后就我自身条件来讲。我觉得你们节目挺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露思，浮夸情报站，够胆你就来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要手持吗？这么大一坨吗？像拖鞋，像 POS 机，怎么那么重，像板砖？一来就刷卡，你们给我这样，我收钱这样，蛮大的，因为我怕被 diss。密布戏是男主穿越，但是穿越是从一个小精灵，不是小精灵，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玄幻的一个地方，神木族，一个就是想象中的一个族群，然后穿越到这个民国这个时代过来。对，那女主的性格大概是什么样？女主的性格比较我觉得就是贯穿整句，就是比较倔强跟坚强。因为他发生事儿挺多的，好像跟你之前演的角色还有所不同。对，有所不同。之后不是还有一个剧也是快要开播了，你最近好忙？天雷一步之春花秋月。最近好忙，我一看提纲里面有三部剧啊，三星哦，是吗？哦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知道这个青囊要播都前几天，前几天知道的。对，最近刚刚还在看赵思帆在转类型。上次班的文案快笑死我了。我是云海市警察局公安局局长，宣布下去要开播了。好蠢哦。你觉得导演为什么老找你找这种有意思的角色？因为我撒得开吧，我觉得就是不顾形象吧，也没有形象，然后导演可能觉得说比较有意思。是当时拍的时候是觉得就是身体压力挺大的，就是我刚开始去倒是没有有高反，刚开始去可轻松了，但是到哪一天来着，就第一天上山海拔4000多，然后一直在那儿跳，然后跳就是有一场戏要就是翻山越岭那样拍，很多就是动的，然后给我拍的不行了，第二天爬不起来，拍的晚上心脏贼就一直突突。第二天就蔫了，第二天就让所有人都来嘲笑我，哎呀今天蔫了呀，今天怎么不活跃了，哎呦怎么回事。不是，他们都叫我赵哥，哦不，他们叫我什么来着，河豚，对，郑彦辰叫我河豚，说我生气的时候感觉像我的脸就是这样，就是气鼓鼓的感觉像只河豚，他直接就说我脸大。我很明白。对了呀，我说他是那个什么精来着，那个什么精，就那个，因为我们郑老师那个肤色不是没有女孩白吗？我就怼他，说他也不是很黑。什么精，反正现场他就骂我河豚精，我骂他。走了，刷卡机我也不想用。好瘦啊。青囊那会儿是蛮胖的，因为那会儿是有一个恶性循环，那会儿最动听的是刚杀青，最动听的是就胖的不行。洛菲菲那会儿是这么个顺序啊，是洛菲菲、最动听、青囊传，这三部剧都是毒瘤，就是我肥胖的毒瘤。因为你现在看起来真的感觉皮肤又好，腿又细，脸又小，头发又长，穿着又好看，脸又甜美。天哪，这跟我之前认识的浮夸情报站不一样了。上次来的是我们不懂事的人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些都不漂亮，我觉得。拍糊了。把老骨拍糊了，我很清楚了。我超级清楚。老骨一直是糊的。一直是糊的，超级好笑。我还转发给老骨。老谷说挺好的，老谷说这样看起来我皮肤很好。我爸妈说他们那个想出去旅游了，就是我请好假了。在你宣传期的时候。
哦，可不是嘛。对啊，我们在这个我已经拍了一个月的杂志了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挺多的。那有没有看到什么比较 fashion 的动作？哦 ，fashion 动作吗？不是了，开玩笑的，我没有故意去 diss 谁哦，就开玩笑的，就是因为最近的首饰比较多，他们想让我露出来，然后对，我感觉那很 fashion。最近有什么担心的事情？机票应该是不改了啊，我机票改了三回了，就没有了。这是我经纪人，我经纪人。那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坚持了很久，但是一直没有看到希望的话，你还会去坚持下去吗？会啊，前段时间很努力的在减肥，有一阵子，为了一个就不吃啊。纯饿。对，我那段时间是纯饿啊。运动吗？不运动，纯饿。嗯，因为那是最快的一个减肥方式，因为我运动了我会很饿，会很想吃，但纯饿就还好。减了有半个月，就两个星期瘦了8斤。你要是一个男孩子的话，让你选择扮演过的女角色来当女朋友，你会？如果是男孩子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交女朋友。游戏不好玩吗？还是工作不够忙啊，交什么女朋友啊？我就因为我觉得我演的所有角色都不太适合当女朋友。哪一个适合呀？洛菲菲，一个穿越过去的一个就是也不正经，每天就喜欢看帅哥的一个女孩，你适合当吗？不适合。你要说最动听，她有爱情，但是她觉得她因为她负担太大了，会觉得说家庭还有她自己的梦想很多东西负担太大了，就也不太适合。你说青囊，她。剧透其实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追到那个地方了。我的、哎、过于真实了，我的家庭破碎掉，就是会有一些亲人离别，这样他更没有懂是就是想法就是要去在一起或者干嘛的。对，然后因为那个预告里面也应该有看，会出现有人跟我抢男朋友的画面，也不太适合。那个春花秋月的春花，我觉得他也不太适合。想谈恋爱的女生适合谈恋爱吧。什么样的本子给自己啊？我觉得就是每一集都不停的，就是每一集都有每一集都有不同的女孩，每一集的女主都不一样。我对妹子不感兴趣。对不起啊，逼退死了，就永远此生无望反串这个事儿了。表情六连拍，现在啊，哦，好，我不想看的样子。你们总说我瓜，其实我一点儿都不瓜。大多数的时候，我机智的一逼。好像啊，很像啊。模仿一种小动物，很明显吗？他说的好随意，老鼠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给我放好了，放好了，这块啊，发了。众所周知，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好难哦，一加一。等于小可爱，二加二等于小可爱，三加三等于你这个三跟我的三，哦，这样的呀。三加三等于小可爱，四加四对于我是超级小可爱。榴莲和樱桃属于一个最大的榴莲。辣条和螺蛳粉属于一个螺蛳粉。问一下小仙女，希望下一部戏是哪种风格？沙雕吧。为什么大家都笑了？不能有这样的愿望吗？有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看的电视节目？有啊，相声。是相声吗？是吗？我也是，我超爱。哦，我也是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
哎，你是谁？我是小月月，嘿。两百万、三百万、四百万、五百万的福利什么时候补上？我不是直播了吗？不是补上了吗？上次不是直？你是一次全都补齐了吗？我直播了一小时呢。等会儿啊，两百万、三百万、四百万、五百万。你一次分个十分钟，你看我是不是还多了一次？两次。多了几次吧。一本正经胡说八道。有没有什么不哭想跳招啊？没有呀，就是多去做做那个什么小气泡、大气泡的皮肤清洁。对，一个月做两次这样。加油，高考的宝宝们，加油，加油！你还记得你当年高考的是什么感觉吗？这问题给我问懵了。如果是你的话，高考结束之后，面对很长的一段假期，你准备干什么？我准备干什么呀？我准备，我准备复读吧，我准备。就我还能准备干什么？我刚刚真的认真想了一下，如果我当时刚。不是，我真的这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，我超级认真的想了一下我会干嘛，然后就我自身条件来讲。哎呀妈呀，好笑，哎呀，我想哭啊，又觉得很惨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可以继续了，嗯，好，可以了，我真的好惨啊，我觉得。我经纪人打了个哈欠，我觉得这期节目那咱能从头录一下呀？咱我觉得有点问题。只要钱到位，我们什么都可以。我就说这是个 POS 机，嗯，就不是说会画啥就只能画啥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露丝，祝你们天天开心，多穿衣服。这样你好。行了，下课结束了，现在开心吗？结束了已经。咱重录一遍吧，我觉得这采访有点，特别是那个问题给我问懵了。高考是吗？对。以后我觉得小问题我不能再想的那么透彻了，小问题太过于透彻。好，嗯，怎么好人家吧。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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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为没有安好同个那个。我现在有点恐惧啊！一加一等于啥？可爱？对啊，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？去到哪等于我一下叫我们也就是啊。闪送啊！慢走啊！哎嘿！哎哎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了，老是不好，打一顿就好了，打一顿就好了，千万不要吃药哦。